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开车到斯文卡比鲁花圃选购年花。由于气候关系，在这里售卖的都是热带的年花。这里的年花种类很多，有花瓣类的、绿叶类的和多肉类的。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花圃，来到这里先比较价格，有些花圃价格稍微高，有些价格便宜些，可以讨价还价。每年接近农历新年，销售最高的大多是带新年装饰的花卉，喜气洋洋的彩色菊花特别讨喜。这样一大盆马币88元，实在太漂亮了。这个是本地流行的空气植物，是不需要泥土种植的，只需要喷水就可以了。这是猪笼草，寓意猪笼入水，财源滚滚。这猪笼草个个肥大饱满，里面含有满满的液体，能吸引昆虫进入，再消化昆虫获得营养。野生的猪笼草非常罕见，这些多半是人工栽培的。选了几样新年绿植年花，热带菊花、观音竹，等会儿就 DIY 做一些过年的小摆设。一共买了马币35块，